Ladies and gentlemen. Thank you.
是不是像我们的人生一样，有时候呢也会有 low battery 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也会有没电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没电的时候要做什么？来，有一个灿烂的人生好不好？现场朋友跟我一起喊好不好？来，你们的声音呢，来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等一下，哎，重新开始了。正式再次的启动人生，哇哦！如果你喜欢这首歌，也可以站起来跳舞啊，来到媒体狂欢，这个晚上是属于你们的。